时，这个时间我真的没有打算唱多少首歌就要走，所以只要你们不赶着回家，你知道香港跟这里相距多远吗？给你们一个预算，我坐车上来的话3个多小时吧，没有太远哈。不远。其实我觉得我以后应该还会有很多机会来到你们面前的。可是我希望我们怎么样，无论以后有多少机会见面，我们透过音乐每天都像今天那么靠近。送给你们最后一首歌，请不要离开我的回忆。
谢你们，以后再见，一定有机会。谢谢我。